上路咧，咁個聲咧就會停咗喺度，跟住咧就會有個鈴聲，嗰個鈴聲咧就會起步噶啦。嗱，九號車算裝塞啊，嗱，留意啦，唔係裝塞啊，或者係偷車啊，呢啲不分子行為咧係會被警告噶啦。如果光停兩次咧，就會取消你嘅總成績噶啦。好啦，再下次快啲。各位車手預備啦，咁咧經過兩場嘅賽事咧，大家最緊要咧認真少少啦，做翻場咧好精彩、好乾淨利落嘅賽事啦。好啊，各賽員預備 ，Marshall 預備，十、九、八。攞你架車做咩啊？我冇喐過，冇喐過啊！頂俾你啊嘛！頂啊俾你啊！頂啊俾你啊 ！Jam 機啊佢！頂俾你啊嘛！要彎位，小心啲，最緊要彎位啊！嚟打頭上，直路一個我都識噶啦，加油！大家出彎啦，最緊要出啊！綠色車啊，出直路咧，可能大有個速度仔。暫時帶咗出嚟咧，架橙色車啊，可以轉啊，睇下車速唔係好快嘅喎，但係要彎線兩次。而家嚟打頭，二車咧綠色路非常之快啦，但要彎線啊，只需要陣少少。哎呀，兜車又壞車，中場通關。一個壓力之下咧，你話電車出停咗之下咧，就有個失誤啦。係啊 ，thank you Marshall。嗱 ，Marshall 咧，揸車朋友啲小心啲啊，因為咧呢個跑路咧就比較狹窄，同埋啲車好高速啊，揸車小心啊。時間接近一分鐘，暫時停線298610753。暫時帶頭咧係因為二號車。樣車咧好易認啊，好清楚。熒光綠色頭同紅色尾嗰架，大家留意啦嚇。如果翻咗車咧，大家要有一樣嘅石油車 ，thank you。跟住咧，暫時第二位咧好犀利啊，係九號車啊，九號車係第九位殺上嚟㗎。暫時咧係過咗一分鐘嘅啫，暫時排喺二車位置。九號車係一架藍藍色車啊，一直落嚟。牛二車咧，相差應該一條直路多少少。而三車咧就係七號車，係八號車，八號車咧就喺後邊啫。小心啲啊，八車係。嗱，反而咧後車就帶咗幾遠下喎，但係二三車好近啊，直路尾啊，喺左下角喺面前啊，而家中間長中間藍色車同黃色車咧係二三車，好似而家好近啊。四分鐘，我就一分鐘時間啦。
921-860-7453，有車面係藍色車，但呢段時間咧最近有少少咧就係六頭黃尾，哇好快啊！最前嗰個已經喺車尾度啦，有啲車冇時間起身翻嚟，頭二車好緊嘅相差係一隻彎都唔夠啦。已經過咗啦，而家咧暫時下頭咧變翻係二號車。呢段時間咧二號車我係揸住順貨拉開咗少少啫嘛，後車上緊嚟啦，阿羅踢，而家但係時間咧差唔多啦，仲有最後五秒鐘，可能要跑埋邊邊啦。喺五車邊，大家好緊前面咧要話追慢車，但係咧應該睇嚟都應該追唔到啦。第二名呢就是九号车啊。